还是在家还是小便啊？小便还要我教你们呢、啊？一爸爸爱妈，一爸爸爱妈，不准打一爸爸爱妈，高呼的声最笑。因为我们办学校没有特色，那我有个建议，你学校有这么多的小阿妹，小乔正腾，办个合唱团去参加比赛，拿到冠军，马上就是我们的特色了嘛。我是可以负责伴奏的部分，那指挥要怎么办？大步走，一二，预备，唱。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？很好。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？绿灯。一二。教练，你真的适合唱团的指挥吗？不行吗？你连五线谱都看不懂，你要怎么带小朋友啊？说真的，我觉得三个月的时间，他们不太适应。这个我知道，我不知道我做的会怎么样，可是我已经很清楚知道，如果我不做的话会怎么样。当一阵风吹了，风筝飞上天，为了你而祈祷，而祝福，而感动，终于你身影消失在。教练，我们不要唱了，我们的声音又跟他们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就是错的？不能主唱歌，音或许会不准，但是会有一起不准的好听。三个月前，你可以想象他们现在的声音吗？我觉得很有机会。